听说人与人相遇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，而遇见心动便是相遇最幸福的定义。在失物招领处，我寻找一个人。在拥挤的人潮中，我跨越整座城市，寻找你的影子。仿佛很近，却又很远。也许相爱是让我们发现这世界上的独一无二，即使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很多捷径，但我只选择有你的弯路，走你走过的路，遇见你遇见的人。弯路的终点是幸福的彼岸。